突破，城市苏醒，细腻如纱的舞者飘散出第一缕香气。当轻柔的面片经过发酵的魔法变得松软而有弹性，当第一次有人将菜或肉包裹其中而食，一种便捷小巧蕴藏无限惊喜的食物出现。早餐包点口味多变，均衡的营养组合又不失严谨，它是早餐界的显眼包和朝阳固武。只要一口咬下，唤醒味蕾的乐章便悄然流淌。凉茶招牌的早点，喝早茶七点喝到下午两点都有。广式早茶，一屉一屉的蒸笼点心，绝对是早餐界的味蕾狂欢了吧？精致、丰富、悠然。吃早餐的时候也是比较多样化，一定要有茶。一壶清茶润口解腻。同时是持续社交的标配。早上八九点钟，然后就一直喝到这个时候，十二点就跟着午餐一起吃了。当选择庞杂，那就忠于自己。这是广东人在早茶桌上的生活哲学。凤爪可以配茶呀，我不怎么吃包子。好好，酥的，好吃。哎，要这个。嗯。就比较经典的一款嘛，菠萝包吧，就它里面有那种，它就香甜嘛，这个就甜蜜点的，好吃，甜蜜是开启活力生活的一剂良方。菠萝包酥脆松软，甜的细腻雅致，标志性的菠萝酥皮是它名字的由来。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但是我们的菠萝包里面有菠萝。面点师阿龙，如果你问他创新灵感是什么，通俗点说，好卖即好吃，让它更特别更受欢迎。预留 V8 给他，然后餐标大概一个人。在菠萝之乡广东湛江，菠萝和菠萝包的联名款很难不让人期待。因为这边热带地区嘛，它盛产这一个，看这一块它就挺好。然而他要的菠萝还真是令人惊喜。我们当地呢叫素菠萝，普通我们那个叫地菠萝。素菠萝即菠萝蜜，来自岭南地区的热带风情，果肉柔软，香味浓郁，是这份甜蜜的主要来源。我们要控制好那个馅的量，然后开锅煮那个馅，要让这个馅料不只要有菠萝的香味，还要有奶香。蛋白质、热量、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在食材的你浓我浓中，随着滋味一起到位。加热至粘稠后，先冷冻，馅料出现细腻的颗粒感，香不可言。现在我们要把它融合起来，跟果香味它融合起来了。
地菠萝它们的酸性太高了，素菠萝的口感会比它更好，甜度更高，适合去做包做馅。它的柔韧度要适中，太硬的话发酵不起来，太软的话它就一下子它就做不成那个包。高筋面粉、砂糖、黄油混合揉成面团。为什么要炸一下？给它松一下筋，让它更松软。强大的面筋网络为面团提供结构支撑，压着它转，继续揉，大拇指来擀它回来，把它揉成一个团。酥润轻盈的面包体则是最令人欲罢不能的口感享受。它中间要凸出来像个飞碟形，等一下包馅的时候它发酵的时候才会均匀。一压一擀，透着淡淡奶香的厚面片已经做好了迎接甜蜜的准备。我们只要把它放到一盘发酵一下，浑圆的坯子距离成为菠萝包只差了一张身份牌。酥皮叉烧包呢，它的皮呢是酥松，然后蛋清、猪油，这是一个发泡沫的技术。菠萝包的皮呢酥脆感。甘油酥面是面粉和固体油脂混合，加入粗砂糖，反复折叠再擀开，形成多层结构，使酥皮在烘烤时酥脆。裹呗，涂一层薄薄的蛋黄。一根牙签给造型收尾，将甜蜜的面包送入烤箱。粗砂糖中的糖分在烘焙中吸收周围水分，调节酥皮的湿润度，同时大颗粒不会完全融化，为外皮增添一种独特的酥脆质感。它那个菠萝的清香是很特别的，吃多了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每日之计在于晨嘛，对吧？然后更多的就是大家一起去吃这些点心啊，去闲聊，感觉就很棒。迎接新的一天，从满足味蕾开始，对能量需求者们来说极度适配。当然，面对用什么食材来构成面皮和馅料，人们没有边界，只有来自基因的喜好。江西武宁，晨光如细沙，炊烟和晨雾交织，一种名为哨子的吃食独具风味。朱敏红，一位双手拥有魔力的厨娘，能同时塑造出食物的简单与不凡。做咸的就是这个肉焯下水，五花肉鲜嫩，腊肉沉香，猪皮脆弹，依次下锅焯水。焯过水的肉，油炸的豆腐与木耳、香菇、甘笋等各种山珍均匀切碎，等待着风味的提炼。要这么多油，因为那个香菇啊跟个甘笋啊都很吸油的。对于早餐来说，优质脂肪的摄入很关键。一个村就基本上有一个那个榨油的那个点。选好油是做哨子的原则，百亩油菜田成熟的季节打出来的油才够味。这个就是打出来的那个菜籽。炒好的油菜籽放入石磨中，一转一捻之间香气弥漫开来。撞击木楔子，菜籽油在巨大的压力下汩汩流出。菜籽油的话味道比较香，适合红烧煎炒。先下肥肉丁，把油炸出来，油脂裹挟着食材，香气馥郁。油炸出来炒这个刚好就炒其他的料子。满满的馅料需要弹韧的外衣给予安全感。关于哨子的皮，武宁人有自己的原则，咸哨子必须用红薯粉配以100摄氏度左右的沸水搅拌，以保证哨子皮的弹性。烫的均匀嘛，烫熟了的一边。红薯粉中的淀粉颗粒较大，和谷物类淀粉相比被消化吸收的更慢，
能为身体提供更为持续的能量释放。菜油的作用很大，那个亮亮的亮度效果又好看，它又保持这个臊子的水分不蒸发。将面团揪成剂子，由于它一弹到底的质地，想要成皮还要借助来自家人的智慧。这是我自己跟他取个名字，压皮器，这是我哥哥帮我做的，好大的劲，这样拉拉扯扯都可以的。臊子的形状和饺子相似，都是月牙形，大小却是饺子的2到3倍。咸臊子煮至一个个从锅底浮起，胀大鼓起，然后逐渐消气，便可捞起。或者用菜籽油小火慢煎至焦黄状态，大火会很快把它煎熟，这样这个皮是没有水分的吗？一点生抽加水，它放点生抽是起到那个皮有点味道。10分钟左右，便可品尝到煎臊子的焦脆咸香。臊子，气质内敛，温和地开启武宁人的一天。如果说要在老味道中添上新意，来自绵阳的面点师，思绪万千。我叫罗刚。工作快23年了，主要从事的就是包子为主。每天早上7点钟，罗刚的包子店将迎来他的高光时刻。第一屉包子，新鲜出笼，一碗粥或一杯豆浆，就上蒸腾着肉香的包子，这口滋味就叫生活。就我吃了这么多香菇包鱼来说，它可以排名前三，安全放心吧。经常到这家店来吃，然后味道特别浓，这个松针的味道闻起来也特别清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包子该有的味道。果然美味从不会是单调的，关键词松针，这是罗刚从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独家秘方。我们这次来主要就是选5年以上的红叶松针，就这种就可以了。晨曦露浓，山林之气清新而深邃，美食手艺人的开场不同寻常。它就相当于人样嘛，松针也是一样的，自然老化了它的价值更要高一些嘛，清香味更要足一些嘛。我们先准备一只鸡，鸡汤先炖到，我们先来和面。做包子，面子上要好看。基本我出错的就是在放煎的上面，少放点呢，做出来的包子就缩到一堆堆了，就经常挨骂。饺子、面粉、水，严格按照2:10:7的比例进行配量，而碱面靠悟性，给的恰到好处。特殊的嚼劲和松软感将是包子皮的灵魂。面子好看，里子当然不能逊色，精选肥瘦比为3:7的猪前腿肉，与生姜一起剁成细小颗粒。常规的两种包子比较好卖，鲜肉干到酱肉。我们炒那个狗血的话，就是倒油加那个做好的肥瘦相间的肉嘛，然后就是炒香加调味品，像花椒呀、酱啊那些，炒出香味嘛就可以了。此时一直在汤中修炼的老母鸡携着鲜味款款而来。鸡汤主要就是拌到馅里面使用的，因为鸡的高汤炖出来它提鲜度更容易出香味。鸡汤嫩了的时候，就和那个3:7的馅料蒸馅和熟馅混在一起。包子内外兼修，只等美味组装。那么迟迟未见踪影的松针如何用呢？松针也是从我爷爷那辈传到我这一辈的。这个松针它是点到包子下面的。去除杂质的松针，用温水加盐浸泡搓洗1小时。再放到开水里煮1小时，反复2次，
以达到消毒杀菌的作用。煮了以后，我们就是再清洗，清洗了，然后就是拌油，油拌了就是上笼蒸。挑选出来的松针去除多余的色素后，成为了合格的蒸笼垫。平好的面团，柔、弹，鲜香的肉馅，心思独到的笼垫，三者强强联合，鲜肉包子出锅喽！四川绵阳，富乐之乡，清香的松针包，是最饱满的早安问候。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平原上，这里的风味小宇宙被轻柔揽住，如绽放在草原的花朵，独具风姿。呼和浩特市山水相依，底蕴雄浑的城市经过夜的修养，它以豪迈而不失细致的方式再次唤醒城市的活力。皮特别薄，味道尝起来特别鲜。我家孩子从小就爱吃烧麦，尤其是这家的烧麦真的特别棒。烧麦又称烧麦、烧麦等等，是一种以烫面为皮裹馅上笼蒸熟的面食小吃。南北方的烧麦五花八门，品种繁多，若提起呼市最有名的小吃，恐怕非烧麦莫属。在这里，烧麦活出了自己的风采。说到此处，有位烧麦王，大家有必要认识一下。刘七，儿子设计。王志强，人称王烧麦，围绕一只烧麦，他总有着说不尽的故事。烧麦的味道绝不仅仅是烧麦本身的味道那么简单，我生活的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个烧麦馆，我也把我生活的全部都投入在了这个烧麦馆里。一早驱车赶赴郊区方向，想必一番食材血拼势在必行。乌素图，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但开店先取水，这是什么道理呢？首先，我们呼市的旧城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要来烧麦馆里喝茶聊天，同时呢在传递信息，它是一个社交场所。原来呼市人吃烧麦时必须要泡上一壶热乎乎的砖茶，用来解腻提神。早晨吃了烧麦，喝了这壶茶，一天都特别有精神。乌素图的水绵软，回口还带点甘甜，用它沏茶绝对没错。也正因如此，水好喝变成了它烧麦馆的一大特色。那么除此之外，店里的主角烧麦还有多么不简单呢？必须要用羊的后腿肉，它是纯肉，脂肪比较少，肥瘦肉比例非常恰当，二肥八瘦。为了追求大口吃肉的畅快淋漓，他在制作烧麦的馅料时会将羊肉切成一厘米见方的肉块。羊肉大葱是我们呼市烧麦的最经典的味道。一斤肉，七两葱，二两姜，为了追求极致的口感，只选用葱前面三分之一的葱白部分。辛辣够味的老姜则以姜蓉的形态细腻隐身。为馅料提香的任务则交给了胡麻油。呼市的烧麦主要以鲜咸口味为主，调味后将馅料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搅拌均匀，接下来就看面点界的优雅舞者烧麦皮是如何诞生的。给它这个面里啊稍稍的加一点盐，加了盐的面和好以后它会更筋。一斤干面和成面团，不多不少必须揪80个剂子。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倒皮子。
这个叫烧麦锤子，走锤。小走锤是制作烧麦皮的专用工具，中间粗，两头细，一般由榉木制成，给它转。一般我们正常的是20到25张一路。走锤快速转动起来，擀出来的皮子薄如蝉翼，边若荷花。距离成为一个标准的烧麦，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叫挑子，左手拿着皮子，右手拿着挑子，往回一搂，上面不能捏死，哎，往上一放。一揉，一搓，一揪，一擀，一拧，一包，轻薄的皮子拥抱着丰满的馅料，含蓄而不失风情，只需蒸上10分钟，优雅出锅。垂垂如细囊，团团如小饼，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烧麦。烧麦的味道一定是什么呢？加了醋、辣椒，还有砖茶，再加上烧麦馆的那个嘈杂的环境，加起来才是烧麦真正的味道。饱满的肉粒，浓郁的汤汁，羊肉的鲜香，在葱姜的衬托下，生动又辽阔。我热爱它，我喜欢它，我愿意从我这一代人，把我们几百年老祖宗留下的地方小吃，给它很好的传承下去。滋味是一种陪伴，而可薄可厚的面皮，人们给予它能兜住万物的期待。在距离博湖县中心60多千米的闹音呼都克村，铁林木君和家人正在为母驼举行一种独特的劝奶仪式。他们用悠扬的琴声和长调安慰刚刚生产不久的母驼，母驼听到后渐渐开始接纳自己的孩子，并开始哺乳。必须给驼哥吃两口才产奶。铁力木君平时负责管理家中的300多峰骆驼，骆驼喜欢在广袤的戈壁滩上自由生活。母驼产奶的时间十分短暂，产量也远低于牛奶和羊奶。铁力木君和家人的每一个清晨都是一场限时赛。浓缩天然营养的珍稀骆驼奶是游牧民族极为推崇的美食，素有沙漠白金的美誉。有了它，著名的新疆美食馕可就有了灵魂。上下通透的木桶与铁锅完美契合，将中心制有导管的特制程序固定在桶中央，桶顶盖好大锅，边缘缠布密闭，倒入足量冷水。骆驼鲜奶混合发酵过的酸奶，在上冷下热、精准水温与火候的共同作用下，将蒸馏出尽显西域风情的骆驼奶酒。蒸馏后剩余的骆驼奶糊装入布袋吊起来，使其水分滴尽，再用手捏成小块，均匀码放在晾席上。它那个的做成干的，随时都可以吃，不容易坏。最终，阳光和风会成就这道美味。用甘甜爽口的鲜骆驼奶和面，这样可以增加面团的韧性与风味。牛肉做馅儿，风味无需多言，羊油润口增香，洋葱解腻除膻，加入骆驼奶疙的均匀搅拌，使馅料拥有丰富的味觉层次。现在把这个面和平，两片面饼合力编织出一份朴实的美感。源自新疆的各色坚果在面饼上镶嵌出一幅不规则图案，装进特制铁锅中，埋入滚烫灰烬中。30分钟后，
香酥厚实的烤馕出锅，奶与肉的香味混杂着戈壁中的苍茫之气，清晨在独特的野性力量中苏醒过来。在距此约1000千米的和田市，有一种面食逃过了所有常规的做法，一头扎进了同款灰堆里。什么是库麦奇？我天天吃的很脆，上瘾，白嚼脸嫩的感觉。库麦奇，库麦奇说，库麦奇外表朴实如囊，但内里却有着丰富多样的内馅，独属于新疆的千层肉饼，背后是一双稳健灵活的手。Ben kümeçle kıldığımda 30 yıl oldu. Ula hemmesi beni kümeç padişahı deydi. 跳过圣者直接成为王者的秘诀是什么？他会大方地告诉你。Bu kümeçin kılış adi desek adi, test desek test.手工和面，配上鲜美的羊肉馅，盖上面饼后向火塘中奋力一抛。特殊的烤制方法是它和其他烤饼的区别。这是初始版本的库麦奇。而在库麦奇之王眼中，一个完美的库麦奇要向着它能容纳的极限发起挑战。Ben birinci kat kümeçten başlayıp hazır yedinci kat kümeç kişilerini yasap çıktım. Şu kavle tuhumunu araştırdığından keyin temin ait tatlık hem yumuşak sınışlığı budur. 七种不同的馅料并非搅和在一起，将它们的味道分割开来，而又融会贯通的是库麦奇的门面皮。一张厚实的木垫底，一张小巧的留着盖盖，剩下六张虽不起眼却最考验功力，不但要平坦均匀，厚度还必须完全一致，才能保证七种不同馅料从外及里均匀受热，七种香味从里而外逐层激发。从难熟到好熟，依次向中央排列，最内层则是干果蜂蜜组成的秘制甜心。封口，捏至花边。接下来迎接库麦奇的是新疆特有的灰头土脸。Ben bu kümeşini şu özgücü bulgan turunda teyalatma bu sağan kümeşlerimi hudaş altın rengde sapsarı uz çıktı. 木炭充分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与奢华的库麦奇来一个热情相拥，连焖带烤，七种食材在饼皮的包裹下感受温度带来的蜕变。只需要再等上40分钟，库麦奇便会以最好的姿态、最丰富的味道来到和田人的餐桌。Ben bu kümeççilikni apamdan öğrendim. Endi biz 8 bala oğandıkken apam aldıraş tamak etişini tez görüp, cepa görüp, çok uçak etip kap, aş uçakı kümeşini kümep, ligen gip, işte hemimizgi kisip bese, aş üzümüzgi kisip bese niye ettik. Hetiyenin de 早餐风情融入了来自大地的淳朴与热情，借由沙漠之温，和田从晨光中醒来。炉灶轻起，白烟袅袅，早餐桌上的短暂相聚成为了平凡生活中的温馨注脚。街巷间，人们怀揣着这份满足感，开始了新一天的征程。